总价300万，成都城南买改善。在二圈层的双流木马山，总价300万就可以买入400平米的新中式准现房联排，房子产权面积270平，赠送实得400平，每一套都带有独立入户的院门，在客厅的前后两侧各有一个入户小花园。50平米的餐客厅前后两侧都带有落地推拉窗，餐厅的背后是开放式的中厨和西厨。厨房外面这侧走廊连接入户门厅和一楼的公区卫生间。这套房子带有2层地下室和私家电梯井，地下室挑高6米，做了2层，左手边是电梯井和储物空间。楼梯背后的这侧是一个多功能的活动空间，这里可以改造成书房、茶室和一个棋牌室。多功能活动厅的隔壁保留了6米挑高。地下室负2楼这侧的空间做了一个私家泳池和专属的健身房。135练腿，246练腰。我们通过电梯来到2楼的起居室，起居室的左侧是一间小书房，正对面是一间儿童房。儿童房带有全景落地窗，采光和通风效果都非常的不错。右手边这侧是一间套房，这间套房可以作为长辈间。这间房间带有独立的卫生间、衣帽间以及房子外面的观景阳台。楼上3楼这一侧是一间主卧，楼梯上来之后是一个小书房。在正对面这一侧是主卧的衣帽间，衣帽间的隔壁是主卧独立的卫生间。正对面这一侧就是主卧的房间，这间主卧两侧都带有落地的推拉窗，采光和通风效果都特别的不错。这样一套木马山的新中式联排，您爱了吗？关注小王，足不出户看好房。